也请工作人员上麦克风。他们两个真的是到现在还没有摸到入围名单。我们跟现场的媒体朋友，还有线上看直播的朋友们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凯。Hello， 各位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，还有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佩瑜。简单问两位一个问题，现在的心情如何？我们请凯西先讲。现在很紧张，因为我们两个真的都没有看到，先看到嘛，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也是第一手，所以很紧张，现在真的很紧张。你心中有特别祝福的名单吗？啊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大家都祝福嘛。对 ，OK， 那李佩瑜，佩瑜。哇，我绝对是比他紧张，因为有自己参与的电影在这里，消失的情人节，是的，所以非常期待可以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名字，但是同时也祝福其他的参赛的演员。好，那我要请工作人员把名单递给你们，现场的时间交给两位，为我们揭晓今年2021台北电影奖的入围名单。最佳动画片《山川壮丽》《水中的女孩》《夜车》《奢侈繁夜》《废弃之城》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短片《八基之师》《江仔》《软弱的梨》《猫与苍蝇》钢琴课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纪录片《消瘦的灵魂》《度日》《古蛮的人》《二人之上》《绿色牢笼》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着是杰出技术，回降纵邪二，动作设计周玉生，废弃之城动画制作西西电脑动画股份有限公司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视觉效果，消瘦的灵魂于永峰，消失的情人节郭宪聪，回降纵邪二，许源、黄敏斌，气魂、郭宪聪、刘维义、陈伟豪，附身犯、徐国洲、董明星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美术设计，同学麦纳斯、赵思豪，轨迹、艾尔斯德布莱恩。怪胎吴忠宪，废弃之城郭锦州，气魂黄美清、梁硕林、廖慧丽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造型设计，当男人恋爱时，林玉云、苏廷慧，怪胎董燕秀，废弃之城王登玉、陈稳生、王家卫、陈世凯、陈瑞祥、刘昭渊、简大志、莫燕玲，气魂叶竹贞，魁将纵邪二施小柔、王家莹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声音设计，古蛮的人洪叶生，回降纵邪二杜笃之、江怡珍、卓忠诚，无声郭里启、李东焕，鬼扯汤香竹、刘小草、曾雅宁，绿色牢笼周正、汤友伦、李佳荣，恭喜上入围者。最佳配乐，魁将纵邪二吴新颖、吴声、卢绿明、绿色牢笼吴多玛、腿
卢绿明，钢琴课福多玛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着是最佳剪辑，补盲的人林心明，消失的情人节赖寿雄，无声苏佩仪陈俊宏，当男人恋爱时陈俊宏，鬼扯李栋权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摄影红学麦纳斯，中岛长雄，轨迹贾斯伯沃尔夫，补盲的人许哲嘉，消失的情人节周怡贤，附身犯余光维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着是最佳编剧，红学麦纳斯黄信尧，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徐玉婷，消失的情人节陈玉勋，钢琴课徐永志，听见歌再唱杨志玲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新演员，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艾怡良，软弱的梨王志玲，无声陈妍飞，无声刘子权，艾莎陈义君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男配角同学麦纳斯纳豆，同学麦纳斯刘冠廷，无声金玄彬，鬼扯刘冠廷，亲爱的杀手郑志伟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女配角魁将纵邪二陈雪贞，艾莎严艺文，当男人恋爱时钟欣凌，鬼扯白白，气魂孙安可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男主角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吴康仁，当男人恋爱时邱泽，气魂张震，附身犯杨佑宁，听见歌再唱马志祥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女主角怪胎谢欣颖，美乐蒂杨丽英，消失的情人节李佩瑜，艾莎杨静，当男人恋爱时徐伟宁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导演红学麦纳斯黄信尧，消失的情人节陈玉勋，无声柯真年，当男人恋爱时殷正豪，鬼扯许富祥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剧情长片红学麦纳斯，消失的情人节无声，当男人恋爱时气魂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恭喜李佩瑜，也谢谢蔡凡熙，两位先请到后台休息，谢谢。台北电影奖的揭晓，欢迎。先请两位合照。我们先从中间。
视线的左边，两位视线的左边。你是说？哈哈哈哈来，最左边这里。好，右边照顾一下右边的摄影朋友。好，两位的合照先中间来，来这边。来这边哦。好。来，接下来我要单拍，我们先拍。来，右边。左手边这边。